是咁的，2013年，如果你揾到一个肯同自己挨密嘅女友，你会听到。娶得过。2014年，如果你同样揾到一个肯同自己挨密嘅女友，你会听到。你个扑，毒死我！嗱，你而家个咁嘅观念咧就错啦。而家麦记被清洗太平地之后，仲干净过砵兰街啊！真系嘅？系啊，有啲鸡少咗好多噶啦，唔止鸡啊，连菜都少咗好多，西洋菜、大锅菜等等，好晒噶啦。有时候你要明白，越危险嘅地方就越安全。咦，听你咁讲，而家搭马房应该就最安全噶啦喎。嗱，听古就唔同，如果唔系就一一打。但听讲冇咗一半人帮亲密记喎。嗱，你搞错啦。因為那一半人咧都係幫襯開嗰兩副$21餐嘛，所以而家咧少咗個一半咧係好正常嘅。我講香港有幾多係咁嘅價錢？去到又有位環境又大又乾淨，提供廉價嘅健康食品，如時並進。有漢堡包、豬柳包、魚柳包、雙層芝士漢堡，我哋嘅超值早晨套餐。仲有冇啊？卖完广告未？所以你要明白，旧年提议陪你挨麦记嘅系手家，而家肯陪你挨麦记嘅先系你嘅贵人。咁似乎我怪错你噶。你系咪拖错人？佢上年就已经叫我陪佢挨麦记，但系你就。哇，好叻啊！講真，大部